哎呦，哎，怎么样？老皮在叫我哎。啊啊哦！先等一下，哦哦，我给他吃的，我给他吃的。来，这个特制料理欢迎你来的啦。OK， 太好了。哇，这么好啊，这么好，还有欢迎会哦。太棒了！这个是洗礼啦、哦，我们这边所有人吃看吧。哦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哦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，那来，我们先进休息屋吧。哇！哇！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喝的？有没有？这个书比较，这个书比较。哦，哇！哦，你们这边是喝的这边都有。喜欢吗？哦，我们这边像干妈店，你们这边像他妈 Costco 呢？超级无敌海底佛跳墙都有啊！哇操，这个不吃一下不行的。哎，那种都是。忍不了了，忍不了了，忍不了。你们知道我都在那边吃什么吗？熟的老鼠跟熟的蟑螂，你们看到这种东西我忍得了吗？忍不了。那么惨的吗？克里斯啊，我跟你讲一下，你说你刚才吃那道料理啊？哎，那阿土做的。他妈，那阿土做的。OK， 难怪他妈蛮难吃的。还要去哪？没，我带他去住空屋了。这个只能吃住空屋，我一个人住啊。对，这个是因为先一个人住嘛，后面可以找几个女生到一起住啊。OK。刚刚有出一点小车祸。你们这边是我们那个武汉小镇的大门口，这边有一个哨塔啊。你们这边也有 Peter Jacky 哦。哦 ，OK。出去。有都有嘛，因为末日无聊，有几个假人过来。我们这边有 Peter Jacky Vivian 跟那个 Amber 都被拆掉了。都会拆掉。你看我们那边，那么大，我们那边就是这么无聊。拆掉也蛮厉害的。就是这个公园河畔路嘛，两条一段跟二段了哈。是二段，二段的话呢，这里已经住满了，所以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公园那边。哦。这边的话，后门也已经，怎么有人跌倒？跌倒 ，Hello。土那个他妈的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没有啊，小亮再回来。他妈的，又说阿土的料理了。吃完浑身不对劲啊！妈的，直接暴毙耶！你千算万算，你有算到今天这一道吗？没算到，没算到，没算到。香烟有，拿。其实我想到怎么样？这以后我们也不用出去跟人家动刀动枪，我们就开一台货车，上面载阿土的食物送到他们家就好了。对啊。他妈的，妈生，那生化武器啊！我靠，武器耶，毒王啊！我带你确认试一下我们的安全屋啊。哦，安全屋是不是？欸、你要设安全屋给我了没有？啊，刚给你了、啊，刚刚那个邀请你就是了、啊。家里的东西就随便你用啊，你想要随便我用是不是？那我不会客气的哦。可以吗 ？OK， 随便我用。可以吗？自己人，肯定的吧？要的吧、啊、？OK， 我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哦。双饼，我是十五吗？你不要后悔哦。我不要后悔吗？不要后悔吗？你不要后悔哦，我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哦。没有再跟你、先说好，只有他们家可以随便你用哦。OK， 明白。那帮 Big Boss 说什么有什么任务？没有啦，就是我们其实哈，为什么找你来，你知道吗？你说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跟你要交代给你，我很看重你的战斗技巧。OK， 你昨天哈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梦里面啊。看到哦，这个克里斯，这个七进七出马阵哦，还吸引这么多僵尸哦，这个一个人哦冲进去你，那是肯定吗？巨生死于度外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觉得哦，你这个人有料。我在龟立镇有个绰号，所以我叫战神。你说战神嘛，战神克里斯，我这个、
我很早就听过你的名号，战神克里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跟你讲，我曾经有一个记录，一干一千只僵尸，哎，一干一千僵尸，全部都是我杀的。一干一千，对，我一个人而已。哇塞，我一个人而已，我一个人而已。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在北上。你说那个路易斯城嘛，对不对？比较大卖场，我今天去过了。哎，路易斯城有个大卖场，哎，你今天去过了吗？对，今天去过了。那边不止一千只啦，可能有三千只。啊，我想说我一个人就可以负责一千只，你们全部人负责另外两千只就可以了。你就负责三分之一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负责三分之一，我们就对付那剩两千只，这样 OK 吧？对 ，OK， 没问题。阿克里斯，你遗书写了没啊？遗书？哎，我的遗书放在家里了，忘记带回来了。爸爸，那不是我家，放在敌人的阵营之中。哎，那边已经不是我家，这边才是我家。哎。这边才是我家。我再帮你做一本，我再帮你做一本，再帮他做一本吧。哎，再帮我做一本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重生了。我跟你讲，那边，那个书就放在那边，我也不想拿回来了。好，他就让他放在那边吧。那边就是过去的我，现在是新，现在是新的我。是那个同伙逼迫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啊，我们先去图书馆啊，剩下就自由活动啊。自由活动是不是？啊，我可以随便参观哈，应该没什么限制啊。啊。都 OK， 大家都很热情，愿意帮忙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欸，可是他可以上二楼吗？收银机。欸，不行，当然可以。这二楼管制，二楼是管制区，不行上去。了解。图书馆在这，图书馆在这。欸，我等一下，我有点。哦，你们这边大到我会迷路呢。我还要一个找。抱歉，看看。还没整理。我以为你有分类。没空整理啊。你只要记得我们家是贸易站就行啦。哦靠！哇，这边还有一堆背包，我靠！我靠！我们找个卖贴，没拿，我只是看，我只是参观而已。我靠！参观可以啊，不要拿。我靠！我看到一个。那你背包有没有升过级啊？没有啊，我背包。还差两个。我刚刚，那你放下来，你放下来。啊，还放下来哦，好。背包先放下来。帮我升级。对对，还帮我分级哦，我靠。你知道我们那边升级包包，跟镇长说，哎，镇长帮我升级包包。他说升级包包，你伸手牌哦，啊，怎么不去死一死？哎，你去拿那个，你自己去收集材料，我再帮你升级。啊，他这样回我。你那边是部落。那就是我们家，哎，那就是我们家，哎，那就是我们家。好苦，好苦，太苦了。苦了吧？好，刚刚我说错了，我更正，刚刚那不是我们家，那是敌人家。哎，啊，你怎么身上那么多对讲机？拿着啊，我没看过这东西，研究研究啊。看一下我家对讲机。我回家拿。在哪里？啊，没事没事啊。麦克铁啊，没事，不会中吗？没有没有，止痛药，我身上刚好没有止痛药，拿了三个，拿了几个止痛药而已。拿一个就好，那止痛药一个可以吃很久，是不是？放回去，放回去。不是，老皮，我真的过太苦了，我真的这种好东西我真的没看过。啊，你哪里痛？要不要帮你检查？我是没有专业医生。OK， 放回去。那个谁可以帮我升级我的背包？找医生就好了。哎，我还帮你补更多止痛药啊！在医院啊！啊，还有你们还有医院吗？香草猫吗？盖好而已啦。你这还要盖医院啊？对啊，你就过来这边喊一下医生，医生就会帮你。OK OK， 我床上医生就帮你。OK， 我这样躺床上。医生，我家妹子来了。医生。医生来了啦，全身不舒服，来了，我哪里都不舒服，哪里都痛，哦，腰酸背痛，肩颈痛，脖子痛，膝盖痛，哈，胃痛，脖子痛，哦，哪里都痛，我眼睛也在痛。哎，我记得刚刚抓回来那个史内克好像，我需要一个大宝剑，哎，我需要大宝剑，麻烦一下，谢谢医生。对吧？你有要我帮忙？还是我们找那个？好，我准备好，我再一放下去，你应该就会好了。哦，你们是走物理治疗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不做了，哦，我不做了。好了啊，哎，我先简单讲一下规则，简单讲一下规则。哎，你说。啊，这个小镇其实规则没有很多啦，就是手脚不要不干净哈。啊，如果下次再看到，我就把你手脚砍断，直接拖去那个坟墓。不是，手脚。然后第二个哈。OK， 你说。你先不要说话。啊，先不说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哈，这个
在小镇里面开车哈，啊，你车子不要停在车那个车道上面，车在车道上面哦，下次我就把你轮胎四个拆掉。OK OK。车子直接拖到水里面，哦，就直接就直接。啊，你明白明白明白。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哈，不要哈，哎，走进别人家里面。OK OK OK， 可以了哈。别人说不能进来就不要进。好好好。进去哈，人家有那个堡垒原则，你知道吗？堡垒原则啊，这小事啊。要一起堡垒原则吧。堡垒原则，知道。嘿嘿嘿。OK OK OK， 好，了解。拿多少东西，要不要先放地上？哦，刚才拿多少东西，全部要放地上，是不是？拿东西啊。哎呦。就是你刚才从地上捡的啦。哎呦。里面拿的。好 ，OK OK， 全部放地上，全部放。他什么时候摸的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我刚刚，哎，你我刚。我刚才上去拿那个开山刀下来了。OK OK OK， 全部放地上，全部放地上。OK。你看那个上次有一个人，他手脚被我砍断，丢在我们那个门口。我们这边虽然很开心、很温馨哦，但是该有的原则还是要有啦。是啦，不是啊，因为我是没看过的东西，我就会好奇拿到身上来。来一下，你等下跟我。哎，好 ，OK OK。带你去看，我带你去看。上次偷东西的，他手脚被我砍下来了，看他十块肉有没有 ？OK OK， 哦。妈的，手脚不干净。他的心呐，他的肝呐。妈砸碎，细厚了，看。西欧，西欧，西欧，西欧啊！等一下啊，我最后再问一件事情，我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吗？我应该不是那个被软禁囚禁的人哈。啊，没有，是自己人，你怎么可能 ？OK OK， 了解了解。你也可以回去找他们啊，但是你自己人生自己注意安全。OK OK， 了解了解。明天你可以找他们啊，但是明天啊晚上的时候，希望你可以准时报到，因为明天那场战役真的很重要。Yes sir， 可以杀一。哦 ，Yes sir， 哦，没问题，哦 ，OK。啊，你要先开。啊，那台车，那台配车，你要先开回家也没关系啦，你可以先回去找他们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回去。我跟你讲， okay, 我是不会再回去那个妈的贫民窟的哈、啊，我是不会再回去那个贫民窟的了。睡觉了。哦，我，哎、欸，你说我还要去挑房间哦、喔？直接现场看。对啊对啊对啊。这间还有储藏室呢，我靠。是食物吗？对。好啊，这间。很好。新的新的。怎么样？他就是加到不能。哎、欸，进一步说话，进一步说话。哎、欸，你说。其实我跟痛痛在一边过得不是很好。他们在这个镇上虽然很和平，大家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很友好，但是他们其实完全没有人愿意关心我。哦，我关心你啊，你没有朋友是不是？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朋友。对啊，我好怀念老鹰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你活该。他们啊，我活该吗？你活该。我活该、欸，你活该，是这样吗？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你有了我，你不再孤单了，啊！我现在从被他们赶出来的吗？从没有没有，是我把他们赶走、啊。你把他们赶走，注意一下你的发言，什么叫做我被他们赶出来？是我把他们赶走。哦，哎、欸，你讲那什么屁话？是我把他们抛弃。啊不是他们抛弃我，肯定嘛，肯定嘛，那一定是你把他们赶走，一个可以打一千，对吗？当然当然嘛，来，你再跟我来，你再跟我来，来你再来，再过来，快，过得不好是不是？对啊，过得很不好，我每天就是要问问题，他们都没有理我的意思，很冷漠，很冷漠，一点温情都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黑，愿意跟我们聊天 okay, 你就是黑子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啊，你就是毫无存在感，你就是毫无存在感的那个黑子嘛。啊，那我了解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你在无名小镇也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，你以后这话讲的就有点重了。我是有点难过。哦，不要不要，开开玩笑嘛。我很不愿意。怎么会？我已经在那里有点啊，我过来这边，我很想要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，结果连这边不是吧、嗯？我说了嘛，我说了嘛，你现在就是我朋友，你现在就是我兄弟啊，你现在就是我兄弟 homie 啊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是不是？你从此以后不会再孤单了。那你刚刚是说你很想老鹰他们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说你是怎么打？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是怎么打算的？哎，所以我才想问你啊，你是真的把他们赶走了？对啊，我真的把他们赶走了。难道问你没有？我觉得我现在突然觉得你很奇怪哦，你他妈的，你是不是我你是不是他妈来套我话的啊？我既然跟那边撕破脸了，我就不会再回去了，哎，我就不会再回去了。真的不回去了。嗯哼嗯哼，真的不回去了。
啊，你要不要承认了？你是不是被派过来套话的？你是一个考验，对不对？不是嘛？没有没有，肯定喂僵尸。那、欸、你刚刚救了我一命，你现在是我兄弟。是什么？真的？你现在是我真正的兄弟，我们刚刚有革命情感了。嗯。Homie 啊。哎，彤彤，听说你过得很苦啊。啊，听说你过得很苦是吧？嗯，他过得很苦，他过得是真的很苦，我感觉出来了。对啊。哦，我感觉出来了，他好苦，他苦不苦到不行，苦到话都讲不清楚了。哎，克里斯。哎，怎么样？鱼刚刚过来了、欸。你从哪边进来？鱼刚刚怎么走到这边了？他要我们救他，发生什么事了？